我选错了。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。我选的不是这个东西。刚才我在打麻将，没注意。我既然选了就选了，玩一手套路。哎，我靠！差不多是时候了。很烦。套路玩不了了，发现了。摇摇，来不及了，摇，很伤，来不及了。金基德打中有点捞啊。这个毒啊，还是不敢上来 A 的。开关，开关，不行啊，打野离得太近了，不能这么搞。漏一个，挨一下，关一下，控一下蓝，我抢二没问题。又漏一个，行，能接受，这补刀还是不错的。他打我也不怕，我给他过肩摔。我第一波先打350。摇摇晃摇，好，关控蓝啊，不然蓝一会儿就没了。二级毒了，刀补的话要随缘。他三级了，他打野是剑圣是吧？剑圣抓不到我，过肩摔空中 A 一下，痛不痛？我并不是很亏。保持好血量，再吃一瓶。没血我就回家，毒死你，毒死你，毒死你！正在路上，毒死你！往前上，好，我回家一波，我再买一个戒指。一批过来，他带的是点燃。我们四级学二级，我现在学 W 有点耗蓝，用不起。哎，摇摇晃摇，很接点。开关，没有。差不多是时候了。等我到六级就安全了。六级之前，他要是杀我，还是有机会的。听到你了，靠近我就一个过肩摔，那你还能赚喽？啊，那你还能赚喽？戳我一下，过肩摔，空中平 A， 毒他两下，毒他个2秒，他赚不了的。保持满血就好，这个东西爆发有点高。哎，没事，你 A 我，哎，没事，没事，毒死你，毒死你，安全起见，还有点燃，不走肯定死。我们买一个药水，再买个戒指，啊，这个就很恐怖。戒指可以叠加，可以叠加啊！剑法强高，我到六级，他给我大也没用，我开个大招打不动我，
补刀跟我一样。是摇还是不摇？这是一个问题。有局喽！正在路上。哎。关。好，走。马皮是不敢吃，我们不吃。我们这个时候吃一波大鸟。队友不吃，我们把小鸟把它给放了。好，毒关了。再开一下，但狼会花的少一点。一直开着没啥用，伤害还是一样的，但蓝耗会多。我们换一个这个心脏。上来就过肩摔，我也不怕你的爆发。那你吃不消的呀，那你完了呀，我有护盾的，你不知道吧？啊哈哈。哎，没法追，行，不亏，还不走，我靠，不走那是不可能的呀。你没关系嘛，是吧？又没事，啊，我在这里又能怎么样？又没关系的。炼金是最不能追的英雄。把皮看能不能拖一个。哦，舒服。OK， 哦，可以。好了，一千一。嗯，我们先出这个。这个东西没啥用，打他鱼人用处不大。买个针眼，鞋子不买，马上会有。鞋子买不了，他杀不掉我，他杀我太难了，我很肉的。我听到你了。而且他一旦想要杀我，他就会被我毒得很痛。我过肩摔两级，自己毒他个两秒就是一半。差不多是时候了。哎，现在难多了啊，但是还是要关。一直开着没用，这个炮车我们要过肩摔稳一点。小鱼人下去了，来把他中塔塔皮摸了。泥潭不着急啊，前期给了意义不大。好，走了，拜拜。我听到这一波小鸟，我现在比他高两级，很夸张。他现在诶逮到，那你没了啊，那你没了，正在路上，那你没了，那你肯定没了啊。我很弱的，开大招的辛吉德抗性非常的高，正面回复也很快。OK， 红蓝 buff 很舒服。这波不上，他肯定有大。我听到你了。这个药过肩摔，听 A。他敢吃我大鸟，不想跑。哎，哎，哎，跑路喽！毒死他！我是时候了。五级毒，每秒钟88点血，90点血。
哎我靠，哎钱不够，别注意我靠，2000块很烦。等一手，等一手。哎呀，早知道我再收一波了。这肯定要出啊！这个出了之后，我可以随便追他。老，开毒，摄影荣耀，空杯过来，哎，走你！这波先把他压进去。有踢的，过肩摔，好撤。我们把召唤师技能换一下。换成什么呢？换成闪现或者点燃，我看情况啊。我决定先换点燃，我准备要搞事了。正在路上。哟，炮车没吃到。我听到你了。下一个要选泥潭了。毒很痛，没事，搞事，一个毒毒死，哎呦，怎么来了一个这个东西呢？没来这个东西随便杀，来了个卡米尔。刚才换点燃，换闪现就好了，闪现这波肯定死不了，直接疾跑大招接闪现一起交，他卡米尔盖不到我。这个来中有点意外，我差一点钱，鞋子很烦，不等了。这个卡米尔突然的一波中来的我有点猝不及防。有人还是差不多是时候了。没杀掉，上路有点肥，六个人头。是妖，这是一个问题。我靠，队友好像又崩了。这波大鸟，不着急。啊，卡尔米尔现在很还是有防gank的，你看他刚才在做视野。小鱼人不跟他玩，小鱼人他杀不掉我，搞他一波复仇，复仇新基德来了，这波有大招啊，看你怎么跑。差不多是时候，没事，随便跑。这个环数环的有点多哦，给来个茄子了。他们下路优势大，上路优势大，不错呀。劣势很大，我的队友。来来来，搞一波中，谁来陪我搞一波中？摇摇晃摇，闪现。没事，闪现不值钱啊，随便放。也有点孤立无援。猴子。差不多是时候。因为永远不可能当守的意识。裂缝总会出现。过肩摔毒套，好、哦，
来来来，中路搞一波，我大招好了，这个药来了，赶快！他们这波跑不了，开大招，开个毒，开个疾跑，太虚过来，这边打他，毒死他！啊 ，do this， 毒死他！没事，我很能跑，我很能跑。走了走了，行了行了，够了够了够了，算了，溜。再带一波，破天衰，差不多。咦，这怎么能把我杀了啊？这伤害有点看不懂，觉得我先出兵杖会好一点。没事啊，这小兵杀的没关系，不影响，不影响。我把杀人书做出来了，没事，我有贴。哎，怎么放这么早？这就没用了呀，小心点，先防守先防守，哎呀很肉，打不太动，猴子来了，准备我靠，你这个什么鬼，过肩摔虚弱没用，已经背过来了，一弹来一手都别走，过肩摔没好，行可以，还不错，差不多是时候了，记着不排了，两层书海底捞，该死了！我听到你了。他妈，这他们这把控制还挺多的。这个塔，把它收了吧。嗯。我现在的伤害还行，抗挡能力也还行，比较的综合。那你就哎没有了呀，毒死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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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那你不死没闪，随便追，我搞了半天就杀一个，兵杖我要做出来，现在我们劣势挺大，虽然人头差不多，但是把丢的比较多，看到了，小心埋伏，我来了，我来扛，你们扛不住，到底
追不到呀，没有招。哎，过肩摔，拉开，很好，我的大招还没好。我的大招还没好，我的大招还是没好。金基德，你在逗我，金基德。坦克大肉没啥用，刀的一。心脏还不够。还差400块。两路高地已掉，摇摇晃摇，两路高地掉喽，小兵有点硬了，打不动了。还差200。差不多是时候了。还差100。是摇还是不摇？这是一个问题。来了。收割之王登场。那好像队友已经残了，差不多是时候了。看看能不能突袭飞一个过来。过来一个，跑速贼快，哎，跑得贼快，跑，电竞博尔特，博尔特，得，哎，我是一个，我有缓折。可以，两个助攻，但是加没了。哎，走了走了走了，加没了加没了，找个中单新基德多捞啊，啊，捞了淌口水。哎呦，还要搞一搞。队友不投，正在路上。嗯，我们搞一搞。差不多是三路高地都掉了，我冰杖做出来已经没用了。队友并没有选择投降，看来我们还要再战一会儿。但是目前来看的话，我们赢面应该比较低。大龙已丢。跑得快，跑不动，
游戏开始，推毒器来了，二四六八十，十二，哦，十二个推毒器，